海獭拼死位子。从前有一位猎人，一位专门捕捉海獭的猎人，每天他都会到海边去捉海獭。这一天他刚到海边便看到了一只大海獭。好大的一只海獭呀，今天的运气可真不错。虽然海獭在水里异常灵活，可它上岸后却行动迟钝，所以这位猎人没费什么力气就抓住了这只大海獭。这只可真大，皮毛也不错，这一身皮毛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猎人剥下了这只大海獭的毛皮后，就把尚未断气的海獭藏在了草丛里，准备傍晚的时候再拿走。果然好大一张皮，这海獭真的太大了，就先藏在这儿，等晚上再回来拿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猎人回来寻找那只大海獭了，发现不见了。奇怪，我明明把那只大海獭藏在这儿的，怎么会找不到了呢？傍晚归来的猎人寻遍了那片草丛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只大海獭。再仔细一看，猎人猛然发现草地上依稀沾着血迹。这是那位猎人沿着草上的血迹去找寻，在血迹消失的地方，他发现了一个小洞穴。猎人探头往洞里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这只大海獭忍着脱皮之痛挣扎着回到自己的家，就是为了喂这两只嗷嗷待哺的小海獭最后一口奶。我真的不应该打死母海獭。从那以后，我便放下屠刀来到这里出家为僧了。饮食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果腹，最高的目的是为了美味，而在果腹与美味之间，其相去何止百千万里。可是我们的味觉由入口到喉咙只有十几公分，过了咽喉就什么都感觉不出来了。我们何忍为了这十几公分的感受而残杀如此多的生灵呢？这是一位出家僧人亲自讲述的事情，希望所有见到这个故事的朋友能把它讲给您所见到的每个人听，希望他们都可以在听到这一则故事后内心会有所触动，进而学习戒杀放生。
Nam mô